总统您好，因为中火二号机的重启现在引发蛮大的争议，包括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一些争执。那国民党主席蒋启程是认为说中火二号机的重启就是打脸你说的不缺电，总统是不是回应一下？谢谢。这个我相信哦，不论是哪个层级啊，中央跟地方的各层级的机关哈，在做决策或者是有所行动的时候，都必须要依法行政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我们上任以来哈，我们中国哈的减煤哈，其实是已经减了500万件哈，那空气的品质也都持续的在改善当中哈。那我们也一直全速的在发展这个绿能，也希望说能够兼顾这个供电稳定跟这个很好的要求哈。那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主席的评论的根据在哪里哈，不过我相信我们的主管机关会给他一个完整的答案哈。那我也希望是说我们中央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哈，让这个我们能够兼顾，然后能够维持持续的维持这个供电稳定。